好，大家继续绝对玩 DM， 今次翻到嚟继续呢个二周目嘅开始啦。喺二周目开始之前，开始剧情之前咧，就想讲少少嘢嘅，就系、关于呢个绝对玩 DM 咧，就会系啦，完咗一周目啦。咁然之后咧，如果你打二周目嘅话都有嘅，但系咧，阿作者而家就整紧 DM 2.0， 咁所以咧，如果你爆咗一周目嘅时候咧，咁、那个档案咧就冇得再个即系再存档啊，即系再点样咧？即系将你绝对玩 DM 1.0 嗰个 save 存落去，但系 2.0 就冇噶啦。咁首先要喺 DM 1.0 爆四天王之前就 save 咗啦，我都搞掂咗啦。咁然之后咧，呢一个1.0咧，即系二周目我都会继续玩落去，但系呢个进度就会慢慢地，即系可能系一个礼拜上传一条片啊，或者系几日上传一条片咁样嘅，因为就想系咯玩下其他啦，因为绝对玩啊呢个 game 实在太消时间啦。我呢一个已经系玩咗80个钟啦，虽然话加速啫，但系都起码如果一半嘅话都有40个钟，我都玩咗差唔多，玩咗差唔多30-40个钟啦。如果系计翻嘅话，因为你要练 level， 又要练战术，又要配技，都几烦下嘅，咁所以咧就有呢个决定啦。咁啊，睇下大家有冇啲咩留，有啲咩意见都可以留言啦。我哋开始啦，打埋呢一集咁，然之后下个礼拜可能要打下个礼拜先出啦呢条片。OK。OK， 我听讲你啱啱通过咗联盟测试，总觉得你越嚟越强啦。但系唔好以为四天王同古君承认你嘅实力，你就可以咧同我哋平起平坐。佢哋咧用真嘅实力嘅，你只有一个废柴啫。通过呢个测试咧，并唔可以说明啲咩。即使你有啲嘢，我都可以打低你。你有咁嘅嘢都可以打低。MK 仔，你唔好讲笑啊！一睇出神鸟咧，就应该算地震雨先。系啊，战鸟 OK， 冲落，哇，佢都几痛下喎，佢啲神鸟 OK， 睇先，紧鬼啊，紧鬼嘅话，我哋梗系用翻哈鲁加啦。不过我唔知佢只紧鬼咩，有咩嘅技，应该都系有十万伏特嗰啲嘅咧。十万伏特系啦，喂呀，我最真嘅嘢出咗嚟啦，已经怪灵恶，已经唔惊啦，68咧，你知唔知道我为咗升咧得？升咗几耐啊？打过四天王，好，跟住杨过念啦呢度，杨念，木急拳，拜，扭拉过尿啦，过尾，喂，哇，左手先呢度，佢应该会用冰技或者岩技嘅，咁我转用呢只先，龙武，哇！痛到咧，佢啲龙武，喂，抵你死啦！仲唔玩完你金铺？好，一件阳光打死你！超铁暴龙啊！超铁暴龙嘅话可以用钢技打啦，用钢技打，片落去，片落，哇！岩石重炮，唔好死住！哇！唔中啊！我的天啊！咩咗？地震！好，马骝拉。扭拉嘅话，哇，扭拉几隻都打嘢喎，其实呢度先磨一磨佢先，用地震急冻拳未必死嘅呢度。哇，佢点解又劫兵啊？真系黐线喎！呢个 game 我发现啊，系发生咩事啊？有冇搞错？点会劫兵啊？嗰度又输咗啦！事实摆在眼前，攞啲咩头衔咧？喺我面前只系渣渣，我比你强得多。哇！我唔会输俾我同你讲，再嚟个，有咩可能啊？佢真系好彩，我真系发现佢真系好彩先赢到我嘅。大家话系咪？佢一定系好彩先赢到我。我同大家讲，哦，再嚟，佢一嚟系咩话？嗰系神鸟啊！出呢只先哦。佢死硬，我同你讲，你玩 MK 仔，你唔好以为。你唔好以为可以赢到我啊！冲落，冲多下浪，你就玩完啦。假的，紧鬼就用卡鲁加，同埋佢呢个麻痹到我咯。最大问题，如果麻痹唔到嘅话，佢输啊！呢度又系出现咗两个情况，头先就系劫兵麻痹，催粉。吹佢啊！哦，杨烈，喂呀，
我的天啊！呢度说文啦，冇啦，死啦，又要呢度，唉！定我一嚟用阳光念会好啲咧？一嘅车过去，哈！想赢我老几啊 ？M K 仔，好一哇！你都几阴湿喎？佢用咩技啊？应该用龙武呢条友，照打咧系，但系龙武我唔够佢快咯。呢只系啊，龙武吹粉。瞓佢啊！好啊，喂，唔好避到啊，大佬啊，得九十咋？九十系咪九十啊？九十都唔中啊，有冇搞错啊？过尾啊！我系得过尾打得痛佢嘅呢只嘢。哇，佢开咁多下冇技打我咩佢？啱卜卜，哇，佢咁都打我唔死啊？会唔会炸咗啲啊你？震死你！逆轮照震啦 ，good， 混乱过 ，bye， 马骝拉 ，bye， 马骝拉，垂死挣扎，边个垂死挣扎啊？一不小心玩过火，我唔会因为咁嘅败笔咧动摇我理念啊！不得不承认你确实很厉害，但系只不过咧超咗少少啫，跌低落去都要拿花砸沙，呢就系典型嘅 M K 仔，好。快回去先，系一个好嘅开始啊！去二周目，一定要打死佢有。好，高级咩船票啊？喂，零码喎、啊。好啦，冇见啦。听讲你咧顺利完成咗测试，一路走嚟咧唔容易，我都系咁过嚟啦。整到8个徽章，然后通过测试攞晒所有徽章。到时候咧同冠军差唔多就会起呢个动真格啊，用真实力啊。佢确实系顶级训练家，先会咧被评为咧呢个测试者啊。主要开啦，要讲紧啦，要快啲去本部啦。好，系我哋呢个新组成员仲未搞掂啊。好，最后一位客人哦。哇，呢度要打。哇，又系呢条友。哇，系你啊，小纯。莫非你都去关东地区？哇，呢个船好大啊，搵唔到我间房啊。小辉同小光都喺度啊，阵间嚟我间房玩啦。玩啲咩啊？有咩好玩？哇，零码喎，跳佢机先。听讲呢个船上好多训练师，头先我同呢个波士奥多拉同我王法咧嚟咗一场认真嘅对战，要唔要挑战我啊？等下先挑战你啦，我可唔可以咁样再揿啊？得 ，save 个符先呢度，睇下咩实力先度。好，我并冇有带其他精灵，只有波士奥多拉嘅。哦，好啊，一隻波士奥拉够打啦，我应该唔会输啩，哼。等死啦你，波士奥多拉，震死你啦！喺震死之前，我决定偷咗佢正果，偷咗佢个正饭先。呢度我转一转做云雀俾你杀啦，唉，见系你啊，龙吐色。好，点解你要用正饭？我都要用正饭啊！同你讲，偷你个正饭先，再瞓佢觉。喂，唔好啊！奇异花真系，哇，又死咗。喷火，耶！368俾黑衣啊，但系我输咗啦，好耐未试过败笔嘅感觉。但系加入新组嘅嘢都未输过，不过呢一种咧好令我释然啊！喺我眼前有充满活力、充满潜力嘅训练师，多谢你嘅。有咩谂翻起以前嘅热情啊？我以前都系一个弱小嘅训练家，为咗变强咧，不断训练自己啊，好少考虑精灵嘅感受，而咧精灵都冇对我抱怨啊。然后咧已经得到晒所有嘅测试，并且通过联盟第三次测试，要打三次唔系嘛？直到一年前咧遇咗首领，我先慢慢识得尊重精灵嘅感受。希望咧人同精灵真正获得了解。好，我间房喺边啊？我间房咧，哇呢间房唔系我，哇呢间房同阿妈铺啊，死基佬，同埋同一间房，哎瞓觉先，呢间系我啦系嘛？哇，点样瞓啊？冇得瞓嘅，冇得瞓嘅，冇得瞓喎。隔篱嗰间啊，呢间系我嘅。OK， 休息一下先。呢度仲有中心添，可以打，可以回血。好，
哇，同我大叔瞓觉，你都几有 taste 喎 ，M K 仔，你做乜咁冇礼貌啊？唔敲门啊？你 M K 仔点解要敲门啊？好，同人一间房嗰条，喂，冰衣杯，捉咗佢先得唔得？唔得，唔可以咁冇礼貌抢人哋啲精灵用。同孙女玩，虽然有啲担心，咦，要打呢、這个，哇，62咧，贝贝龙。贝贝龙都有龙武嘅咩？而家咁串嘅咩？哇！一招雪崩车埋嚟 ，sorry 帕 ，bye， 喂未死喎 ，bye， 喂未死 ，bye， 潮不被走得，转地震，啊浮游唔记得咗，搞掂，轻轻松松。我呢间房有咩玩啊？四条友有咩想玩啊？又玩双打啊？先装翻个装翻啲泥喺身度先，拿翻俾人泥喺块面度先。OK， 揾下小光先。好啦，无健，听讲你完成咗呢个测试啦，佢同我咧都搞掂咗啦。据我所知，佢哋通过得比你早喎，我还冇参加啊。话晒咧，我连徽章都冇去刻意嘅，我成为呢个协调训练师啊，系想。参加呢个华丽大赛嘅啊，系啦，要唔要嚟场战斗？就我哋四个人，你觉得点啊？你哋我好同意啊，想知一加倍奉还啊！如果输咗要罚100万啊，咁啊的确唔错啊！想知道实力如何？冇意见啦、啊，咁啊准备一下啦。依旧我同你一组，你死硬啦、啊！你哋两个，我同小哥就天下无敌，准备 OK， 四人双打。哦，第二只呢只得，我瞓咗只雷电狮先。哦，瞓咗喺电视，哇！即刻醒咗，奇迹果啊，真系奇迹。慢慢瞓咗摇篮花先咧，系。哎，好啊，好啊，你搞掂佢啦，靓啊！我帮你瞓晒佢，你帮我搞掂佢啊。近拳击，哇，系几犀利啊！没有命中，好波啊！哎，飞兵，佢有飞兵唔紧要啊，照瞓。啊！我就估到啦。OK， 卡波罗照瞓。哇，冇得冇办法，只眼拳。喂，你快出嚟打死佢！快出嚟打死佢！技种落雷电狮度。哇，唔好啊！再嚟，再嚟，再嚟。哇，唔好啊！哇，佢有冇搞错？两次都唔中啊！两次寄生种子都唔中，系咪90%噶命中？我真系唔系好信啊！而家开始。Hello 家。喷射火焰，喷射电丝，飘飘飘，哎 ，good 啊 good 啊，气核弹，哇，我都怕格斗噶，死咯，转重先，转做鲶鱼，麻痹特性，地震，全部一齐打，唔理啦，死啊全部，好，87级啦，喂 good 啊，大。但我嗰只假面长眉要搞死佢喎，如果唔系我会死喎呢度。我降鞋，应该降鞋冇咩，佢应该冇咩技打到我啦。转降鞋，转降鞋啊！100万吸收波导弹，喂好啊，点啊？你打，我唔打啦呢度，我都打呢只先。哇，瞓觉，滚水，唔使咁恶啊嘛。咁我空切打呢只啦，唉，催眠。大镬啦！催眠，醒啦喂！哎，醒到 OK 啊！火暴兽，喂得啦，烧死只嘢！哇，先制之爪，好嘢 ！Hello 加咯，癫啦！喂，唔好死！佢咩料啊？连续两弯先制，又系 O 晒嘴，又系头突打佢，哇！吸收咬水，哇！大镬，高超鸭，鬼火唔紧要啦，都系慢慢扣佢血啫。其实撞你，气核弹应该赢到嘅，我谂。等我嚟啦，小光，等我嚟搞掂佢哋两个。拜，仲我嚟到，嚟到我去死啊！拜，乜仲我只卡比兽？大镬啦，咁点搞啊？卡比兽，
scan 啦，唔该，压制。哇，有啲危机喎，我都六十八，喂，有冇重新约啦？冇。龙套式嘅试下。冰拳，使唔使咁啊？搞错啊！真系最后一只啫，系有啲难度伤啊！真系，如果大家都黑住大家，真系好难打。我觉得好，今集嘅绝对环节去呢度先，下集继续打翻呢一个嘅小光双打战啊！然之后咧，呢一个绝对环节亦都会考虑睇下系一个礼拜一次啊，定系几日一次咁样嘅。咁啊，其他系列都会。系啦，玩下其他系列就唔会净系玩绝对环，因为太过浪费时间，太过磨时间啦，叫做系啦。下次绝对环 D N 再见，系咁先，拜拜。